还有今天我们的伯伯们哦，每一次来到这里的话都很感动，尤其是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之完成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我刚刚经过的时候，尤其啊看到这个钟顶的时候，一个大楼里面可以看到阳光啊、然后有看到花草树木哦、就觉得好棒的地方。这里的话有很棒的硬体，然后让舒雅更感动的话就是我们的软体，这里真的是哈、看到大家我们所有辛苦的工作同仁的话，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然后每个伯伯哦，你看我刚刚跟大家握手的时候都非常的有力气，然后我刚刚还特别问一下我们伯伯认得我吗，哇大家都认得，伯伯还说投了我两次，对我真的是两次。哎，那在这里的话九九重阳就要到了，在这里的话我们仅代表我们事工所还有我们的市里特别跟伯伯说健康九九，幸福九九，快乐九九，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就感觉吼、